怎么黑眼圈都出来了？哎呀，真可惜！这成婚当日怎么能不是最美的呢？夫人，鬼白，来干嘛？这糕点是市集新开的铺子做的，给您的。 回去吧，我现在呢，我现在要减肥，就不吃了。侯爷说了，这个您一定喜欢吃。他说的？嗯。啊哈哈哈！那既然是他说给我的，我就收下了啊。既然糕点送到了，那夫人请慢用，我先走了。 啊，好。还是你懂我。哒哒哒。这是什么？ 三生烟火，换你一世迷离，嫁给我，成为我真正的妻子，好吗？怎么样啊？我有没有一点点想要答应的感觉？侯爷。 我想答应没有用，要夫人答应才行。哎，出去吧你！哎，花，哎呀，我的花瓣呀！木雪，三生，来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？ 那是不是显得气色不太好？好看！大姐，要不要换一个？啊，不，跟你的衣服特别搭。发誓呢？我要不要再戴个项链或者是那个耳环什么的？不要不要，这样特别好。真的？真的？啊，小姐，你不对劲，哪里不对劲？啊？嗯，你今天又换衣服。 又化妆的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就是，保密。我知道了，夫人打扮的这么好看，肯定是觐见侯爷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家小姐风华绝代，难道就只能有宁雨轩一个人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宁雨轩不好。今天晚上呢，只许我自己去，不用任何人跟着我，知道吗？小姐，那怎么行呢？这天都黑了，你一个人去哪儿啊？我又不是小孩子。 放心吧，走了啊！可是，妈儿，爹，老爷，爹，我终于把你盼回来了。哎呀，傻孩子，好了好了好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到就过来找你来了。走，咱们进去说。 不进去了，这里说话不方便，咱们换地方说。啊？都2个时辰了，还没完。哎，鬼白，你确定东西都送到夫人手里了？送到了。本侯在里面放了纸，他应该看到了吧？侯爷还放了纸。 我，哦，哎，侯爷，
夫人来了，快准备啊！侯爷，穆许刚刚回县衙传消息，说夫人在皓雪堂门口跟着一位老先生走了。老先生？对，穆许说他不认识那位老先生，只听到夫人叫了声爹，桑葚叫他老爷，夫人跟着走了后便没再回来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小的告退。侯爷。 他回来了，谁呀？归海一刀。哎，你来了！嘘，哎，等一下。啊，对对对。嗯。刚刚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？ 什么？杏仁酥啊！你先吃。你看你吃了一嘴。嗯。最近店里很忙吧？嗯，有点忙，而且皇上大会开起来肯定会更忙的。当然了，这都是我夫君的功劳。 夫人辛苦了，哎，之后有什么要帮忙的，随时找我啊。嗯，那天我约你去河边，我其实是想说啊，想求婚，你再不说我不嫁了。 你怎么知道这事的？我连喜服都看见了，但是你又不知道我的尺寸，你怎么做的衣服啊？我找水娘子试了一下尺寸。哦，怪不得，这两天他也在我面前奇奇怪怪的。 什么？没听见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嫁给我，我要让你变成全天下最幸福的女。好了，那么大声你不怕别人听到啊？真是的。夫人，夫人，穆先生，夫人，什么事啊？回来了，谁？老爷，老爷，我先进去，一会儿你从后门走。哎。